心情吹动了繁星，想你悄悄走进我的心，我想时光和你都暂停，美好的时间里只有我和你，月光陪伴星辰的身影，就像一场浪漫的相遇，我想牵你手穿越梦境，一起寻找最美的风景，怎么睡着的？刚才也没吃药。我怎么每次碰到他都犯困？喂，宋总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可以先用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能跟你聊聊吗？吃好了，说吧。你为什么要自杀呀？我自杀？你吃了安眠药，然后想跳进水里把自己淹死，双管齐下，你对自己挺狠的呀。宋总好。宋总好。宋总。宋总好。咱们的这个产品呢，主要包含以下两大特点。种类多样化，受众群体年轻化，年轻人正是我们这款产品的消费主体，他们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。什么一碰就能睡着？正是这个市场的，果然是无稽之谈。把握住他们，我好歹也是搞科研的，不能再胡思乱想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的产品方案呢就是这样。宋总，您看，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再为您详细讲解一下。宋总。宋总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所以他有些累了。毕竟香蕉三号正在研发冲刺阶段，还请张董理解理解。理解，理解。陈总，我们科温集团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改善和提高睡眠质量的。宋总可是我们公司的代言人，可千万别因为休息不好，影响了我们的招牌。开个玩笑。张总，你提的这个项目我会再考虑一下的，咱们继续下一个题啊。好是您，您今天的睡眠时间为2小时08分，比昨天多了4分钟。您对今天的睡眠满意吗？祝您有个好睡眠。陆小姐。是你吗？啊，
你是在度假村给我房卡的小姐姐吧？嗯，是我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找你们宋总说些事儿。你找我们宋总有事儿，我可以帮你约时间啊。宋总，宋总，您待会儿洽谈的项目案都在这儿了。让新派的车快点来。好的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的车追尾了，新派的车啊正在赶来的路上。会谈还有20分钟就要开始了，现在是早高峰，哪怕现在出发，最快也要30分钟才能到。离这最近的地铁站有2.5公里，步行的话可能需要。下车，我送你。电动车确实最快。陈总，迟到了还这么开心啊？这么明显吗？我火眼金睛。说吧，这回是遇到什么好事了？说来让我听听。我呀，找了一份新工作，以后呢就不压榨你了。新工作？嗯，你没生气吧？怎么可能？你能找到工作，我当然替你开心啊。只是你的失眠症怎么办？我这个工作呀，就是治疗失眠的，科温集团。科温？嗯，失眠界的救星，科温。嗯。宋延旭啊。你也知道他啊？没想到他还挺出名的呢。嗯。我今天来啊，是来谢谢你的，在我生病的时候还一直帮助我，让我在这里打工。你放心。我要是赚了钱呀，你这店里要是有什么困难，我第一时间挺你。好，我等你。叶子，你给池总准备的材料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马上马上啊。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来的同事。陆恩彤小姐今天入职总裁办，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关照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陆恩彤，